至四种浪漫小手工。第一种，玫瑰花束。一根长条，先折出花柄，围着花心一圈一圈绕。差不多大小的时候收尾，多做一些捆成一束，抽纸挤出褶皱，包装纸折痕塑形。第二个，帕恰狗花束。用包装纸裹花束。第三个，立体相框，四边卷起，用玫瑰花装饰。第四个，立体爱心贺卡，找的图纸直线划开，曲线折痕，慢慢推出形状，用修狗贴纸装饰一下，完成。